靠在哪？好，我们视线从左手边开始看起，左边那边，对。好，陆续的转到中间。好，中间有蓝色衣服跟白色衣服，然后可以换几个不同的姿势。好，再慢慢转回右手边。好的，再来到中间。好，再回到左手边。等一下我们会让你的这个 pose 可以再持续的延续，不用担心。好，是不是要摆一点爱心的动作？爱心，哇，因为池瓶这一次在整个 HiLab 一块发现爱这一部微电影里面呢，其实完全是靠演技来取胜，因为在整个微电影当中它是完全没有台词的，所以在现场完全都要透过眼神、手势、肢体等等的表演方式，然后来去跟现场的演员进行交流跟对戏，所以这个对他的演技来讲应该也是一大考验。再加上呢，他还必须得为了这一部微电影，在事后还要进到配音室里面去担任所有的配音工作，所以在这个配音工作的过程当中，他也要用他非常标准的国语。好，等一下来听听看他的国语现在怎么样。有一段时间也没有来到台湾跟大家见面，所以也透过今天的这个公益记者会呢，然后来去更新大家的最新状况。同时当然今天他也有新的作品要介绍给大家。好，再转一下中间。好，中间女生，对，好多几个 pose， 来再换一个 pose，来右边。哎呀，既然讲到这一次的考验爱的样子会是什么样的 pose， 哎呀，哦，这可爱，超可爱是吧？好 ，OK 吗？好，那我们。